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线报指出，台中地区有多组地下期货集团以台指数为投资标的，以做多做空涨跌标的为输赢，并收取新台币100至150元作为手续费，谋取不法获利。案经111年、120年发动两波执行搜索，并溯源至北部集团上游，于113年2月1日针对北部王姓范闲等人实施拘搜，全案查获上下游集团20人，查扣主机、笔电、BMW 自小客车。嫌犯有固定时间销毁下注投单账册，起因是因为那个他们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菜篮族，平时家庭主妇上班时间兼营收注单，赌客下注时间较为迅速，故所以他们都用手写单先为注记，一段期间后销毁相关的投注单及账册，躲避警方查缉。讯后依洗钱防治以刑法赌博及期货交易法等罪嫌，移送台湾台中及台北地方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地下期货可能衍生诈欺洗钱等问题，请投资人务必寻求正常管道及合法券商。刑事警察局将持续扫荡此类经济犯罪，以为社会治安。